我婆婆是很认真的说你演得很好，我说可是亲密戏那么多你觉得可以吗？她说因为你早就跟我讲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虽然就是她觉得，她说我的媳妇很有才华。小 S 此时此刻床战吴康仁，婆婆看完真实反应。所以你觉得是我老公的错吗？难道我要说是我老婆的错吗？你不觉得这种事情男人应该多负一点责任吗？你是男人啊，管好你老婆不是你的责任吗？都会爱情影集此时此刻已经开播，其中小 S 的演技就被网友大赞，太萌了，演技很好，演起来很真实，改变以往疯癫形象，饰演内敛被劈腿的妻子，最后出轨吴康仁报复老公，看 S 姐难得震惊，真的好不习惯啊。你凭什么这样对我？问题不是出在我，是你。说什么东西啊？婆婆觉得我演得很好，然后我大姐从第一集开始看，我就问她说你现在看到第几集，她说我要看第三集了，我说你给我看到第七集直接，然后大 S 就一起加入说真真直接看第七集，然后她看完之后她就说亲，我觉得你演得很好这一类的话。妈妈也是，爸爸妈妈一直很有事来救，不知道到底看了什么，看到我什么。除了看 S 姐和吴康仁大飙演技，大家最关注的是两人为爱鼓掌的戏码吧。我不确定让我老公难看，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连自己到底还爱不爱他，我都不知道。被安葬地里共粗心满屋是了归你可是满怀碎你讲你讲终究梦醒过来嘛来嘛请起来 kiss kiss 跟拍摄爸爸妈妈请起来相亲相爱里头大尺度亲密戏的突破，不知道 S 一家人怎么看？我婆婆是很认真的说你演得很好，我说可是亲密戏那么多，你觉得可以吗？她说因为你早就跟我讲，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虽然就是她觉得，她说我的媳妇很有才华。老公跟女儿，我还没有去问他们的意见呢。所以我就是导演，那我就做咯，所以我就很顺的这样连头一起这样摸下来，感觉很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佑欣。Hello， 大家好，我是何一佩。三立严选熊熬算，三立严选最划算，记得来看我双十一，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